南美印度九八二次公差的德冠高平档，有一只鬼眼天使都董书松的法眼上司，书松的本土不应该知名者对一只上司非常的介意。第二大杯系列泰路公演博物馆也着公共设施，不过一只上司亲密，让蚂蚁海变作南亚西谷，变作印度 IT 三年的研发中心。第二只未来上司的雄心，三门系飞到 IT 三年能系落来的。都带几条暗恋来到印度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就听听爱向我来去边国行一转。一百个印度子里，因记起许多的德里，还有孟买，一下因来到了班加罗尔。来到亚德贝，你就知道亚德贝空气啊，变成寒啊好的哎，还有亚德贝市容啊，看起来没啥政策，完全落在德里孟买啊，越有像南国一只国家样哎。因一下呢，爱去向前庞泰哥，还有杰来，两个来，庞泰哥 ，Hello， 早安，嗯 ，Max，Yes， 我是大汉，大汉 ，Julian， 我已经认识你了，在台湾就先知道你了，你好，王大哥，你好，你好，大汉，哇，看到我现在木足啊，还肿肿的，很久没有这么早跟着就是当个学生的感觉。我上一次坐校车应该已经是大概差不多高中的时候了，距离现在也是好长一段时间了。嗯，不知道今天要天天记得跳下来做啊英语跟印度学生，欢迎今天可以台湾学生。他发的台湾什么？有大部分都听得到。会够吗？吃爆吗？那吃爆嘞，从不会摔到后吗？好。哎呦，放的时候。爱迪亚在科技上做学生的，一点点都没轻松。印度脱离故乡，设立基础建设，老资金，故作提出头脑立国的经过方向，十万培育科技人才，天使输送给 Bangalore， 变作靠向金砖的发展体。九零年代，一丝高科技，一只上司想到百万上人才塞来亚，竞争自然动激烈。对台湾来的 Max 老 Julian， 更有办法适应印度的教育呢。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坐校车，有回味的感觉。可是我以前坐的是那种像巴士一样。哦，对啊，这是你同学吗？嗯，他十二年级的。Hello， morning。哎，那个人大汉。我觉得他们这边学生年纪看起来好像都，对啊，感觉好像都像社会人士，对不对？你们怎么觉得？啊，你们在学校，他们会不会觉得你们就是年纪看起来很小？有啊，有时候会这样讲。像哥哥你才来六个月而已，嗯，对，六个月。啊，弟弟已经来一年了嘛。其实如果说来到印度这边的话，弟弟算你前辈。对啊，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啊，你有没有教哥哥很多就是在这边的生活守则这样？有啊，就是要小心扒手。小心扒手。对，哥哥去扒。我有掉钱扒过。真的吗？嗯。其实你像说来到这边的话，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因为亚大贝高友啊，这边的学校跟台湾差很多吗？有差一点，这边还是压力还是没有那么大，就是学校老师还是期望很高。哥哥你，我知道你是好像是有念美国学校，对，所以其实在学校好高透熟地度全部就共英文的。嗯，对。但你来到亚大贝英文应该没问题吧？听说对读都没有问题，写还是有一点，就是还在进步中，嗯，还在进步中。啊，弟弟嘞？方面要加强。你像你们在现在学校里面呢，啊，其他的发音有多吗？嗯，也还好。有哪些国家的人？有从也门来的，巴西、韩国，还有美国。他们是印度人，只是在美国住了大概十几年之后再回来这边。哇，不错，你就哈高迪都没成为联合国用的哦。嗯，对啊，差不多。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想到了各国印度经营，转到祖国乐生研发的 Bangalore， 有懂到的国际哈高，故说出台外国学生，没有懂到本地人，回到国际哈高去读，因为老师给懂相关的 IT 产业，为了把握发展方向。相当关心国际情势，故说当你早晨开会，身上都会带点同好托报纸，关心国家的大事情，还有分享国际新闻。你有是伫台湾读书，去美国读书，又来到印度读书，嗯，跟你知道要三大地方，哪啥地方
很亲好哎，比较喜欢的还是比较喜欢美国。美国为什么？因为他们教育方式比较自由，然后我喜欢这种方式。像你台湾学的啊，去美国学的，全部就会改种美式或是英式的英文。嗯，对啊。但不过来到一堆啊，对，几多讲的英文，嘿，into 英文。那你刚刚是来谈的什么？第一个星期很辛苦，在上课完全听不懂，然后后来越来越好。因为他上课他们老师都讲很快，然后有些老师的口音很重，后来是也要靠同学翻译。因为爸爸说来到印度亚这边说要来印度亚这边做生意，来那边上班，跟他老你说的时间跟当时你在美国嘛，对不对？对。那你那时候听到的时候，你是心里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想说会不会想说我还是待在美国就好了？对啊，有这个想法，可是后来想说来印度也是不同的体验，还蛮好玩的，所以后来还是来了。身体动好的 Max 是十年前的学生，因为对管理动心跳故作心跳上好。第二位他做的自由排线之家的课程，对四栋美国地主做高班学生的 Max 来说，印度从事四边讨论的教育方式比起台湾的教育其实还比本日吃到吃菜。你知道吗？就亚冰球啊，对台湾来讲，其实很陌生。对啊，这是他们这边的国民运动。不然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跟他们一起打板球？可以啊，参与一下。Hello. Okay, so first you need to keep 9-inch gap between both your feet. Your right hand under the bat handle like this, and your left hand over the bat handle like this. So you tap the bat, and when you stand, you need to stand straight so that the ball comes to you and you're able to play straight. So Max cracker is good.Not really. Max 表现一下。十一年级的冰球又得要抢亚球，不过是在投手没得到大概人的后背的三级盾呢，大概人就无算出局，做得继续打球得分。没时间限制的冰球，一等到双方十一三年全部出局，比赛总算结束。再上一场比赛下来就是一年。因为文化初中领先，他不好天然发动的印度体育一次不适合，到了英国人传于冰球，冰球才慢慢变作印度的国民运动。 Max 说在印度的前途篮球场都难，不过慢慢的都做的是冰球场。下来我的老彭泰国两公婆见面，都在记得两位会来到冰国了呢。哎，要不要按老捏呢？哦，是啊，那是工作的地方，工作室。大家礼拜星期三早上都有 tea party。我们 tea party 昨天我的 voice 茶，还有他的偷一系列有关营养的文章。刚可是你有没有想要办一下图书会？因为营养的当重要，为全世界蔓延最重要。营养是很重要，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才做得做其他的事情。不过大家不在学校来学健康的知识，那这边是看得到，最多报纸啊、报纸啊，还有网络，全部都看得到。不过不在人工的粗也不错，我还有一种专业知识，因为我做护士，所以我就带大家读啊，我老公嘛是。不错，其实就用一种分享的方式跟大家提供，用当轻松的方式，没讲上课啊嘛，介种咩，一下就开始吧。好，下面来谈一下，不过全部是英文的，全部，因为家都要看唔识中文。彭泰国两公婆两年两千，因为看好印度，就会变好嘅中产阶级嘅消费能力，决定来到英业建设天使都卡好嘅边国开创市场。除了看中一个不是本国的科技能力，那些上司向来的中产阶级动发的消费需求，希望透过分享自信提升空间观念的方式，打出印度的营养保健食品市场。大家看你就说全部用英文来对话，是啊，当然的。你不在台湾的时候英文就按好了？没啊，我不知道啊，因为那片说的是日常生活，像法餐一样讲，唔滴；还买个东西一样讲，唔滴；面包一样讲，唔滴。所以老鸦片就全部都重新学习。我讲你上唔掉，唔滴台湾讲即个创业有几久的时间呢？五十公年了呀。十公年呢？咁你做到好好，你为什么做到暗烟的地方，有一个泥岩就唔同的地方来创业？
一方面是生意人可能是商机要来那边，啊，来抖音突然间的按多年无健康，其实咧无健康，自家的生活作息无健康。我说你生意点吃饭，给下午三点钟吃住，啊，你六点吃呀，给去九点、十点、十一点钟吃呀。所以安样就造成个当多偏离。跟外国人来到也老几讲，佮着工作的接触，你有遇到某个困难？佮我知道，你无来熟识，佮就哈哈嘻嘻听听嘞，佮不会很相信你。所以印度人佮要一段时间跟他做朋友，还有佮要对你专业知识、专业知识，还信任你的专业知识。跟种佮着啊，西外人。做出来做些哈，所以哈困难的。但有亚大伯处理什么人做些，之外还有个宗教的问题。你讲，佮有佛教的，还有印度教的，你讲会不会就有嘛？嗯。佮你讲，佮着对亚种新的观念，佮着做得接触冇？做得啦，其实嘛，佮教做穷养啊，啊，做讲全世界人都需要健康啊，所以嘛，佮教做种穷养。不过做一个回教的妇女啊，佮着会哈。他因为宗教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佮都就做得无无为善。不过其他就穷养还是跟着时代来进步，还是需要健康的概念。做显志工，边国的居民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穿一啲裹吃安，咪相对安全。当到对印度各地田地老公来到也嘅父母，咪较愿意行出家庭接触新知识。也着照顾乌克兰嘅父母，就变做了主要嘅消费族群。关楚受远通嘅工厂时，就系庞泰国上万开发嘅市场目标。因为其实呢，所有的问题不光是只有肥胖，连生病啊，也是因为生活形态的问题。生活形态包含吃饭的时间、吃的东西啊，跟怎么吃，还有运动啊，所以我们就在教这个东西。不过你看老几条嘅神法改变。那想要东南的事情，不容易啊。但是所以就要时间啊，所以就要我们是设计了六堂课的时间，让他能够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基本上呢，印度的饮食呢，它是重口味的，然后这个碳水化合物非常的高，缺乏蛋白质，所以基本上他们饮食不是太健康。印度的胖子呢是很高的，在这个城市呢，超过40%人是胖子，暗斗啊，是啊，所以我才会在那边开一个减重班。郑多燕呢？呀，follow，4, 4, 5你有没有吃过这边道地的小吃？叫 Pony Pudding。Pony Pudding 是布丁哦，该压那么子，捞进去，怎样一口？哇，看你吃的好顺畅哦。3, 4, 5, 6, 7, 8, 1, 2, 3 You can come. Yeah, 前面一点 Yeah, you can come forward. 别动了 okay. 4, 5, 6, 7, 8, 1, 2, 3 backward. 1, 2, 3, 4 last one.最后一个 ，three last one。泰哥，你们没人来先讲，他跳来跳呀。哦，你看，真给扭翻了呢。亚军应该健除了健康的东西之外，还会跳一个运动就好了。健康就是要运动，知道吗？哎呀，看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哈，不过跳里面没嘛个动很大的动作。真给你有运动多，有运动多。哎呀，你看你们哦，有流汗的哈，流汗真给有事的。本上做工厂时的庞泰国，半年两前因为公司安不需求，家家都印度出差。啲冇充实体育嘅印度，就算喺边国运动实施老规划，咪动唔完善。印度工厂时喊卡差唔多冇运动嘅关，评估今年过后，佢决定研发作险剂，强下来到印度神发创业。亚变哦。
其实也没一台呢吼。你像你啊这边啊，一堆买多个食材，有老台湾的茶同多。嗯，我看一下毛皮。也鸡诶，全部毛皮诶。哦，你讲鸡条，你讲伊阿个隔壁迄毛皮诶，全部皮全部都去掉，对不对？嘿，你阿这边皮高贵干问题哦。阿妈唔滴诶，都叫做毛皮。不是，你像因克亚看到伊暗多个黄诶。系啊。不过你讲边国的个地方其实算个内陆呢。哦。你讲伊阿个华语吗？阿妈看到冬皮，怪只黄诶，冬泰米啊，看暗泰米。Yes, I want a three piece.我第一摆买家，我唔知几样来吃，我拿做一副卡，我都傻眼。我拿做一副卡，嘿，我也承认第一摆吃的。伊家都嘿习惯，都嘿切一圈一圈。嗯、台湾你还是几条的，所以我来讲冇切，比如几条分。你讲唔该，就是刚刚来到亚的时间，点解种米眼啊，就喊我妈买同一时间，你有买来买？手机上都在翻译啊，然后老去讲啊买那个东西，哎，啊然后买唔抽租，他一他一摆问清楚，他又来讲，他不会老公在那买吗？哎呀，该后来迄几个月时间，差不多就讲一三年呢出来。他一两三年，一两三年以后，一两三年以后，该、全部会做其他做 OK auto 出来。哎呀，你就哎都是 into 啊。是吃的吼，完全都冇吃都抢出来。嗯，我讲就当怀念讲，你台湾是个抢出来几条的吼，切切又有的用毒的啊，有的用草的啊，亚那边就吃甚多。系啊，当少叶菜类，你看到全部都像呀，红萝卜，然后加下系高丽菜，但高丽菜系天拜神，富富，然后就炒炒，哎，你到台湾当好食。不过佮玻璃菜就完全都冇抢啊！你将台湾的冻呆咩？嗯，一头就细细。系啊，还有我做买青豆做呀，抢菜抢花菜，我做买爱看的食的，也袂煮的，爱看唔食的，阿妈阿妈唔调样会煮。伫台湾当少煮饭嘅做限制，为到半夜才创业么？做在同时孤独，一份人共同生活的想法。今天来印度，为了家人做事。不过，就连总办妹，也做不出没食材的好菜。在单单食材的印度，肉的生产量多少，要到专门的市场，才买到熟食的食材。等下做闲置，要先转服，做一下款待人，那就先老 Max， 出行演示一下 Bingo。现在怎么过去？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叫那个 auto， 你就说那个、我们在那边常常看那个三轮车啊。对，没错。哎、我来印度这么多天，第一波在走呢。不过我听说那个好像，他坐车的时候是不是他们都会用跳表的，对不对？对，他们这边都是用跳表，就跟台湾的计程车一样。哦，不过其实 auto 就是几条机场车，就是机场车。那我们现在是要先拦车，对不对？对，没错。但是这边好不好拦啊？对啊，这里很好拦，又是主要的道路。一般他们这拦车也是跟台湾一样，就是挥手这样子，这可以吗？哦，停下来，哎，亚德看起来一行呢吼。那要怎么跟他说 ？Brigal Road， Brigal Road。啊 ，meter。他说要八十。那你一般坐多少钱？我就是八十块，差不多。嗯。不说他就不用跳表，我们就是用喊价，就对。嗯。那我们就上车哦。你觉得八十块？80K 是可以租的就可以了，可以80差不多、好，那我们就上车吧。 MS 你像这个 auto 啊，它最多可以坐几个人啊？最多可以挤三个人，就是后面可以坐到三个人、后面可以挤三个、其实坐 auto 还蛮好玩的。对啊，还不错啊，就跟计程车不一样，因为计程车的话你是在车子里，可是 auto 的话你还可以有那种风吹的感觉、给快风吃的。对，不过你像坐这 auto 安不安全啊？在这边，有啦，还蛮安全的，因为他们速度不快，然后基本上他们技术都很好。所以基本上你们平常出入都是利用这个 auto 吗？对，对，平常我的话，因为如果要去找朋友的话，我都是用 auto 来。因为他在这边等于算是比公车方便，对，但是比一般那种轿车型的计程车又便宜，对不对？对。其实也算是就是印度人他们这边生活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没错，就是没有车的话，基本上这就是代步工具。因为其实算起来真的还蛮便宜的。嗯，真的。像其实我们这边如果是用走路过去，大概多远？5-6公里吧。哇，这样子坐过去，其实只要台币大概40块钱。对啊，40块钱。
Bangor 虽然有吃鱼，不过自身无毒。故说使用的语言没无果，粗油共添加的乌头，在大陆方来来去去。在 Bangor 还是千里片的交通方式。不过每因为山林茶蛮耐受，带来空气污染。故说印度政府鼓励乌头改用瓦斯，还用墙石来留用剩余的木色乌头分别开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就是说，你说印度的西门町，对，没错。其实这边看起来就跟很多地方又不大一样，因为像这条路看过去，很多的品牌就是一些年轻人流行的品牌。对啊，而且走在路上的人也比较年轻一点，大部分年轻人还看到很多外国观光客。有啊，外国人也很常光顾这边，像这都学生啊，很多个后生。对啊，像我在印度这边，我也看到有很多的素食店。对，这边的素食店老台湾的有没有某公用？他这边的素食店，因为很多人吃素，所以他们就有那个素的汉堡。真的呢？嗯。那有没有卖什么咖喱口味的？有，好像也有。也有。嗯。那我们就去试试看好了。嗯，好，走。我这过马路也是一个挑战。耶、yeah, ！我们现在来尝试一下这个印度亚特贝格素食店。嗯，很多人呢。对啊，那你等一下要吃什么呢？湖南牛肉。哦 ，no， 分。哎，他是说什么？啊，是一个人。不不不，哦，不能排队。我是两大，两大。OK OK 。爱到实际的王国印度大桥下，对跨国素食业来讲是动态的挑战。因为印度教徒不是牛肉，伊斯兰教徒不是猪肉。虽然是买过羊肉也着口味，不过还是失败。点到用自己素食，让印度人开始接触素食文化。你还在吃惯呢，还蛮不错的。那你在这边你会选择吃素的吗？有时候换个口味。真的，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吃肉的。故事它底度，它好像还特别用绿色的标志，对不对？你看，拿起来看一下，好像就炸鱼排的感觉。对啊，他们做的都很像肉。我这里面也是有，很好吃，好吃。嗯，哎，其实吃起来很好吃哎。嗯，还不错。那美国吃的东西饮食习惯跟这里好像也差很多。但之后你来到亚特贝吃到有关系吗？还不错啦，就是我也是我什么都吃，所以。我都可以习惯。那你从从第一季来到印度亚特贝，不你轻太重的适应也很麻烦。住在美国的时候，我住乡下那边，所以车比较少。然后现在来到城市，车很多。不过像老亚片那些同好啊，到底都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会跟美国那边又很不一样吗？有时候他们讲话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听不懂，所以就要慢慢听。可是这边人都还蛮那种 nice 的，所以就还不错啦。学校的同学都蛮开放的，顾总很快就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对，因为我听你妈说，就是你来到亚张来的哦，一礼拜，就撩你的时间，就老同好就注意了。你讲你懂事哦，跟大天妈不用讲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对不对？有时候，那你完全都不会怕，就有点像是冒险，嗯。冒险啊，很好玩啊，我觉得很好玩。嗯，顾总，你到统豪去那边了？就是去逛街啊，然后他带我去吃好吃的东西啊，然后就是告诉我路要怎么走。哇，顾总一个，其实来到那边多一个好的朋友，对你来讲没多重要，因为他可以告诉你很多那边神话跟风俗。对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身体脱力勇敢的 Max 虽然千万来到边国，不过他是千万容易印度的人。他说亚特边没像台湾有 KTV 篮球场，除了宽天阳王爷大波林球就会千普遍的五六。不过小时呢无论到哪都动手反应的出外 call Max 亚特朋友，等一下就准备转来去 call Max 的亚外试亚咯。其实哦，来到印度哦，很多人，一拜哦，迄第一拜用碗吃饭的。哦，用筷也是饭。嘿，梦中还有用筷吃饭。其实亚个，真个，你伫平常伫台湾的时间，你知道讲，同平常的事情。嗯。不管伊到那边，那单位吃饭就会碗筷啊，
还有诶，充电诶，看到呀台湾式嘅菜。虽然我也是常常在就是世界各地到处跑，诶，接触跟国外嘅食物啊，可以很能接受的。不过诶，像四来四乡，还是家乡嘅美食真好。系啊，系啊。诶，不过你像两三亚咩嘛按摩行，诶，十年要做到，就会讲要投入很多时间。跟诶，唐公其实也都要给讲抢一个天数煮饭啊，咩冬片。每公上请一个来天主啦，大家就不是按摩啊。你哋哈，哎，知道是台湾菜哈，还习惯。刚才来一片，这样一天要煮，所以说还要一天要煮两多，就是还要总准备那个便当。台湾就是营养午餐，那边都自家准备便当，底下边又无蒸饭的位哦。哎，那就来总个便当，还保温的便当。做的不用多好，猪脚还做的是很熟悉。在学校，他们同学会偷吃他的饭。对哦，他就很没有看过，有些菜没有看过，他们就问，嗯、然后就有时候就给他们一些虾子啊一些。对啊，让他们吃吃看台湾味道的。对，像你用有软肉鸭那边，省饭又是便宜，可是应该爸爸感触比较深哦。嗯。因为他条件的时间，你要吃从滴乖乖比来比去，到今年开始你就当然嘞，全家都得团聚用哈。嗯，对啊，这个是非常感动啊，因为我常年在外面工作，那跟家人的时间也比较少，所以能够这样吃饭，大家很高兴。对啊，以前呢，你坐在那吃饭要几米动作哦？嗯，在出差的时候，在台湾还可以。不错，其实每次都一个家庭都这样嘞。嗯。全部人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最幸福的事情。嗯，真的这样。嗯，对，所以我们找一个事业是可以把时间花在对的人的身上。嗯嗯，要给董总有钱穿在再多也没有这种家庭幸福来的重要。观众朋友，可能东南 TV 太开眼啊，在印度吃到台湾菜又几感动哦。15年的印度行程，就本来董想念台湾的泡米饭。咩难怪做县子，啊，当伊自家做菜，结成就嘅同时，咩本新官行靠岸天，做得全新六神创业梦，安尼全部影响阿食饭，系当平常嘅事情。不过对泰国来讲，啥物系当感通嘅。生日快乐！哇！祝你生日快乐！你逛天通茶就一样。对对对，欢迎来。很可爱呢，飞车台呢。这台车是印度的唯一一辆。不要看它外面小，里面空间很大，而且是四个位置哦。哇哦！哇，大汉。哎，等一下，真给他来吃过呢哦。生日快乐！哇！祝你生日快乐！哇！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哇！哇！海琪，也是你第一摆的印度，全部卡穷啊，够生意吧？对啊。跟你刚刚开始来到印度的时节 ，T 站的那边。T 站了，哎 ，T 站就来到呀 ，into 个 T 站 ，Bangalore 就会 Bangalore。嗯，跟你刚开始来到亚特贝时间，你看到亚特贝景色，亚特贝人，还有十多亚特贝师傅个时间，搿种情感都会感觉很有嘛。啊，就像讲，至少哈，全部都数位东江，你都报纸啊，都懂得新闻媒体当讲，就看到印度懂得负面的新闻，其实来到亚特贝你就知道，哎，某英雄哎，没有那么坏。然后环境又知道，也比我想的要好，完全没有一种抗拒的心都没有，没有哎。哦，我没想过，我没想过还会来印度，就一生你都还蛮想过会搬去别的国家去的。啊，我想啊，害怕我去别的国家去，不过我没想过还会来印度。那你像你第一次来到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感觉？就是
原本想的。对，原本想的，然后呢，原来很多事，而且把他去德里嘛，然后呢，他就带了很多那种牛的照片，然后呢，我就想说，哎，我要看牛，这样子，然后就很好玩。哎，真的，你说听到。爸爸说全家人要搬来印度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就是一点点的抗拒？其实，因为毕竟美国那边真的是还不错。有啊，还是有一点点。就因为后来搬，因为也是他们之前没有跟我讲要来印度嘛，然后后来也是在一月的时候，然后他们跟我讲说，可能我回来的时候呢，就会要直接过来印度。然后那时候就可能还没有办法转换过来，反正印度应该也蛮好玩的，所以就再也是带过来玩。可是看到那声音，你就想方便老人就懂这群的。啊，大概就老人讲，你一定要观世界，才会有世界观。我想一看朋友哦，所以你们就会停留在一个地方，人生你做的是看。看遍很多不一样的。边开心香，许多安静的蔬菜开拓新的人生，是当当人向往过的事情。不过，走在高场地度，面对猛烈的空气的态度，真是适应的困境。对汉地的托国小，就听着妈妈过来的教练来讲，又是两万条线咯。台湾的乡亲朋友。来到印度之前呢，还没吃到个台湾的生意呐，特殊的阿鼻青苔。不过，我来到亚特贝看到起要读个书，你像 Julian， 国小六年级怎么个人体的结构呢？你听我，亚个太好的时间才学到的呢。还有啊，你看，这个国民学校的都就要读一个天脑的，你听我，其实啊，就算要有这个东西。然后去翻做中文，很爱偷，某天做被了解呢。所以你会觉得，其实来到印度也特别特殊啊，对你来讲，所以还蛮大的压力的。对啊，是有点压力啊，是有点压力，因为他这里教的很细，而且很扎实，就是每个细节都能跟你讲，还要背啊，背很多东西、啊。不过你刚刚是在台湾的时间，你的英文好吗？英文是很不好，很不好。所以你那时候等于来到这边。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看外星文字一样，就是很多东西都看不懂，然后耳朵也听不懂。对啊，就是对啊，就是很多字，而且还问同学啊。但是至少我在台湾是用讲的是我是拿比较高分，那用写的那种我就是拿比较低分。嗯，那你现在嘞？现在是写也慢慢进步了。不过你像。你按多个功课啊，跟你大伯转来下功课，要一共复习功课，都从几点复习到几点？快八点，或是八点到十点半啊之类的。到十点半？我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晚上国小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大概九点就要十点，我就要睡觉了耶。对啊。其实，那上下来哦，你像记得的印度。特殊其实个未来个竞争力，你啥比地度，台，你全球地度才会青苔哟。教练，老师，我可以叫你老师吗？为了梦想，为了竞争力，是因是一条天才行的路。不可能从头批练教练查单词，在无可用科目个课本当写得能不能个中文翻译。我想，就因为不可能个扶持。本充满挑战的外国生活，有了不爱青菜表态的理由。对边个也在科技台上，庞太哥永远是几多，本人愿意带领几万人上来亚诺。这台车是印度的唯一一辆，而且已经开发了第二代了，就是这台。你刚才天东查就是这台。对对对。欸、看起来很可爱呢，细细台呢。嘿，不要看它外面小，里面空间很大，而且是四个位置哦。你刚刚有讲到，好像你讲几多几多年前就开始做这个。半年前。半年前就有天动茶、半年前。啊，是真的可以，就是已经在路上行驶，有在销售，然后在路上行驶。真的。所以现在就是他们也在开始在推广这种电动车。嗯。哦，所以而且现在接受程度很高。
又节能。他们的油价老台湾必须来插动的。这边油价比台湾贵30%，还那贵哦。对，能源都非常贵，电费也贵，跟能源有关的都贵。哎，这是捞去筹款的吗？筹对啦，我们先来看看。很重要，天龙茶更有朗逸。有啊，有冷气啊。那有朗逸哦。有啊有啊，都有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有一个这个电脑萤幕，还有 GPS 导航。欸、其实你这样记得吼，你还讲发展一下天龙茶，真经等大家普遍化以后，该陆风该恐惧啊，会懂吼。对，印度现在就是路上的车子太多，嗯，哦，污染也是蛮严重的，所以他们也在大力的推广。不过，等一下做的吃宽是开宽的吗？哦，做对了，可以。你敢开吗？在印度？其实还有点害怕，有点害怕，没问题的。俺有带国际驾照，俺做得吃宽的。哦，走得走得。哎呀，好、哦 okay ，等一下就来吃宽的。好啊。面对能源啦，环保同样也着问题，印度决定用科技来面对，用研发沙沙买出水的产品做目标，锁定在发达的中产阶级，推动穷富人消费的产业发展，创造大可能，有大家的产品，细细的印度菜。差不多就会印度科技面对国家需求产生的电影代表。等一下，我就要来体验一下在印度视察的感觉咯。哇哦！哇，大汉！哎、欸、哎呀，真的要来吃看的哦。哦，试看看吧。OK。哎、欸，讲实在哦， 要在印度这个地方开车，实在是有一点点刺激。哦、oh, okay, okay. 快试嘞！我现在提白的印度亚的被视察哎，我们要走到内侧上桥，上桥，松一 Q 档呀，松一 Q 档。哎，其实 Bangalore 亚那边搞同算系一号的呢吼，哎，应该代理啊，孟买啊，刚开始来都要被干地亚被视察哦。哦，刚开始我来第一年不敢开，第一年不敢开车，然后待了一年之后呢，觉得要买一个车比较方便，就买了一个一个小车。先试开看看，就开到现在已经习惯了。那刚开始上路的时候呢，第一个礼拜先学会按喇叭，因为按喇叭呢是让人家知道说你来了，然后第二个礼拜呢就开始知道如何去这个变换车道了，呀，很刺激啊！你用刺激来形容在印度开车，对不对？请边国人这边审查。哎，是啊，你们眼看有条路吼，一路轰哦，根本就没有那个。线就是分隔线有没有？对，而且他们好像很多人开车喜欢开在线上。哦，这个啊，这个是没办法，因为这边车子太多了。嗯，在一个路口呢，本来只有三个线道的，可以停到六台车。你那边是查的真够有出息的，因为那边老头们跟我都外面懂到，该查的一冲油，一冲要给太空查有冇？哦，你要让他就一直逼着你过来。对，你要让他。你再住一个礼拜你就习惯了。那这边开车有时候是比那个谁的胆子大，看谁敢钻的，看谁敢钻，然后他们乱中有序。不少其实真的跟你讲乱中有序，虽然说车子塞成这样，可能你台湾哦，做就没体动。对，不过也要听听个体动，听听个体动。对对对，乱中有序。哇，要真的去你印度个气派。你陆丰视察哎，还讲呢，全印度剃发有男明星做个沙粒吼。哎呀，当然，然后你做的姐妹装。下面来吃看啊，做个沙粒都带有尿门，尿门的感觉。你做的感受，你讲，盖龙是来到那边，第一拜啊，第一个礼拜要学先按喇叭，对，第二个礼拜就要学习怎么样子，看到有空就要来插落去，对对 对, 對。其实有懂到的地方就会讲，其实来到那边就要天天记得会叫铺，照着他们的方式来做他们的东西，对，要入境随俗啊 ，OK， 好。一种动乱的情形，是在本印度南老南马西古连上向下。
不过泰国讲，上司的仰望就要给自家的历史因素，透过基础建设，老资创业，出家发展各国企，才会变成 Q 变顺。也未是动到印度上司的缩影，不过也都唔会影响世人对伊的期望。假如行起来吼，很舒爽哦。是啊，是啊。看这有一个像那种绿色隧道的感觉。是啊，这边班加罗尔呢是印度的花园城市。你讲法眼赏识，英国在这边花建设了200年的时间，那这边建设得很漂亮。嗯，哦，所以在这边空气也好，因为这个树全把这些污染的全部都净化了。不过像你那一个，其实你做的讲的科技人，科技人呐、啊，是，因为你的 IT 产业的都差不多有20年的经历了，有超过20年，超过20年，超过20年。但你从黑工，你用 IT 产业人的这个观点来看印度的话，你知道伊条第二大被给发展很牛蛮呢。我举个例子跟你说，像那个 IBM 电脑、在这边呢有14万个员工，光是在 Bangalore， 很多，真的真的14万员工，光是一家公司。你讲这种软体产业。你有时候用到按多跟人力咯，每个种制造业上有时候用到按多跟人都该做啊。现在的软体跟以前的软体不一样，现在软体非常的复杂，而且他们是以印度为中心，服务全球的客户。比如说 IBM 呢，它以印度为研发中心，14万个人呢，大概大部分都是工程师，他开发的设计的产品呢，行销到全世界。跟你嘿来到印度，买嘿一笔公司，派你来亚片管嘿。那个时候我大概2-3个月就来印度一趟。然后我的主要客户呢是什么你知道吗？鳗鱼。哦，是天上飞的。比朗机。不是，再高一点。太空梭。没有没有，再低一点，卫星啊。卫星、啊。卫星产业，他们一年呢发射5颗人造卫星。哎呀，你没供出来，太高就目的了。哦，不晓得哦，他们是希望透过太空的这个科技呢，带动他的民生产业，所以他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哦。印度人很聪明哦。你古时候要真给老爷的胸胸就差懂了。哦，真的是很不一样，就跟早期的大陆是一样。你不要看现在破破烂烂的，过10年又不一样了。过10年马路都漂漂亮亮的，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印度呢，就是中国10年前的样子。那我觉得这边的市场机会很棒，好，所以才决定在这边大概会待个3年到5年。泰国讲来亚创业，绝对唔系临时嘅，系以百年嘅市场观察。比今年评估高环境、治安、未来的发展性，其中结成几乎都要来。其上也是对家庭前后的限制。韩卡一味上心，向我来到印度的族贤子，做对家庭、做爱、未来好朋友。你知道吼，我来到印度亚这边，发现到黑地亚这边乡亲啊。都清明的时间，看到几条全部就做个个印度式的丈夫呢。啊，就将来家就做老台湾腔样啊，做拳啊，哈，做个可能细肩带，也是露出手背的这种丈夫。我来亚平看到太家全部就做重复，哈，然后做那种重重的丈夫，所以你就知道，你就变到很奇怪的人，你就像个老太家腔样。哎呦，你台湾那个看到个什么人？露肚子啊，应该吃到哇，就有点那种比较暴露的感觉。我可以提供，伊条亚在变唔黑，伊条黑讲伊做裙诶，伊条宽度就吃到哇，露小腿，宽度伊的小腿，伊条吃到就懂 sexy， 懂性感啊呢。亚片主家的就是习惯露肚子，亚片黑讲露出腿，他反而觉得你不端庄。So you never。At the outside, show your leg, neighbor. I think in your home, neighbor, also neighbor. If you go to swimming? No, in our Kerala, the woman not exposed themselves. Into his 思想，伊条西方人还懂保守。系啊，你看见到去海边哦，佮买做安样？哦，佮买做。佮买做泳衣，像其他人结过婚，把全部都做安样。去游泳池嘛做安样。真嘅呢？去潮水咩做安样？去潮水嘛做安样。完全就砸定就系，做唔到半片人看到。对南印卡拉拉邦来嘅夏吉娜，天天伫饭店食条路嘅老公搬到 Bangalore， 虽然有太好嘅福利，不过来到一只用英文为主嘅上司，佢很喜爱先托语言学校，故所认识嚟做编辑。小Gina就将所有来到 Bangalore 的父母，记得有韩卡岛的自由，每韩卡有机会获得新的观念。其实还是不能吃到讲那种纱丽啊，或者说印度记得的传统服装，
就会摩基都综合选择呀，行路了看到全部都会很有大众，就样式全部摩通用、啊。我们这里是南印度嘛，北印度像你去德里啊，加的全部差不多就做沙粒。嗯，到路上看到全部都做沙粒，到亚片南印度，大家全部做像安阳的山，还是有种做沙粒，做沙粒的就会它比较阶级比较低一点的。那很酸哦。不过迄个你那都很正式的场合，你做结婚那年啊，也是你讲那title 家呀，那高阶主管很正式场合，其他的嘛还会做沙粒，我会做冬后冬季的沙粒。迄个安尼对你个身材安尼买起来差不多是几多钱？18,000，哦，按贵啊！八万卢比才四万。西班球呢？哎呀，呀，外面要来制作一下。你看自己扎到冻多钱呢？一个呢，全印度第八有南明人做个沙粒哦。哎呀，外面来吃看一下做个沙粒到底有肉蛮，肉蛮的感觉。其实叫做冬甲呢 ，OK？ 哦，那时候，那时候，我吃到那个很像印度王子。哎呦，我一下看到姜的，我自家臭姜一下。Namaste。做贤志讲，小军啊，带去行李冬天，两三年虽然讲得无熟悉嘅英文，不过虽然有心，就做得相互分享。在印度子里的亲密驿站，就不然用南印度的料理来讲再见。刚才的哈波亚，这个是铺的那个是芭蕉叶，芭蕉叶嘛。对，芭蕉叶。你都你有没有铺一个这个芭蕉叶的哈波亚？他们说吃这个芭蕉叶呢，它的食物的口感会比较好，而且可以帮助消化。因为芭蕉叶上面有一些植物的成分呢，会跟食物混合。它熊就会。对，亚大卫吃法应该也是一样吧？对，又都是用手抓，而且只能够右手，不能用左手哦，很重要。全部卡迪都慢饮，轻微用数来亚老师。就连懂么用亚？用数亚老师。用数亚大卫，南印度的食物也比较甜呢，吼。对，南印度的食物呢，很多都加了椰子的那个成分。啊，说有些比较甜，比较香。嗯你看大姐又开始了，同时吃嘞，都唔掉嘞。因为这样子碎碎的，你不要弄来吃。所以有时候汤匙帮忙协助一下。其实真言讲，将刘福卡、全福卡来到要被应验嘞。其实真言爱容易，其实我想该困难度还是有的吼。前面扮演适应很多事情啊，每个事情全部都替摆，啊，这东西替摆，是亚生个替摆，现在全部都替摆。然后对他，亚一年呢，知道一个新的开始，他第一年为老家的互动啊，啊，习惯他们啊，就他第二年为。怎么来第印度神法就可以了。敏感上正经吼，你将人打败出来啊。这种心情应该出来算是做事嘛，那种然后这种出国去撩啊，去国外度假，这种心情哇完全是没有用的。那你之后要一年来啊，不应该不卡你，就是整个家庭的感觉，你觉得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啊，也可以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做功课啊，然后最主要是呢，他们现在也最需要我的时候啊，能够给他们一些好的一些方向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参与小孩的成长，那个哦，学校的任何活动，都发突击，孩子也会觉得很厉害。因为你爱去到动物贵干，就算是另外贵神发还行呢，就是因为是有一年听的嘛，有的可能动物一日哦。天台去上台咧，不错，阿兄，你要做天台经营，大饼去清辛苦诶。哎呀，做饭唔对啊，希望你印度亚那边越做越好。谢谢，大家健康。谢谢，希望你们都拍摄顺利，去哪里都顺利。谢谢。一只创业嘅想法，本以为是啥嘅人生，有了无穷样嘅变化。虽然神明为自家前途出路，不过就因为上扶持，咱本一条适应的路不会故事。我想不可能之间，因为强下面对，强下打拼，本不可能的感情还卡深。
也未系创业路方无上多嘅。祝福彭太高一文言，伫边国做第一次上榜上签。东东唔讲，伫印度神话是有信用，爱上系伫印度嘅乡亲，就算无宗教信用，咪都有党强嘅意念。无论想要从事一家丰富人生，也是想要追求成功的信念，记着实践信念的勇气，搞得出一段印度之旅情感通的部分。感谢大家用心，用着珍贵的信念，丰富了我的人生。Namaste， 明天的印度。